我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恐慌。看到的人就是我最期待你是谁，看到的人我最期待你是一会儿好好。然后上来第一个瓶子转到我，我当时就真的哎，我十一哥你真的是一，我觉得干啥都撞他。第一位 A 组的守擂是 Eleven 十一，运气真的很，就是每次转瓶子都是第一个上，第一个出。对啊最先出战，对啊，就我们那个梦境的那一个，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站得好，我站得大瓶子，我本来老自信了，我本来老自信了，说行转吧，这么多组八组呢，对呀、啊，怎么可能我们第一个老自信了，他也是那种觉得哎没事就随便转个位置吧，啪，啪第一个，然后我俩在后面不知道用什么表情去迎接他，然后我还问马姐说，没事，第一个好不好？然后好好好好好，然后他说好好好好，然后我想行，我就马上安慰我们的状态，我们所以说没事没事上就上，对，然后他说好继续往下转，我们还在是安慰的过程中转，好，跟十一对战的是三儿，我这个人，第一个 eleven， 第二个三儿，然后我还问我的导演，我说我们第一。不好啊，然后我们老好啊，老好了，哎呀，就第一个好、啊，睁着眼睛说瞎话那种，他们比我们还紧张，面部表情老好了啊，干嘛？对，你们就去吧，对，行为特别的紧张，心里在想谁站的位置。最初的灵感来源于队员淘汰这件事情，由于我的人生经历，我无法接受离别，不管是生的还是死的哈。所以我觉得需要陪伴，我就突然有一次翻那个 Twitter， 是一个海豚宝宝已经死了浮在海面上，然后但是一直有一个海豚，就大海豚应该是他的妈妈，就一直拖着他到处走，就是不放弃他，我觉得这个点戳到我了，然后我就看各种类型这方面动物的东西，所以我们最后决定用鸟来拟这个人，因为我觉得鸟比较接近，但是需要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刚好就是环，我把环保的东西也加进去了，就是爱护动物的这个其实也加进去了，就是蛮多层的意义在里面。寻不见东流水，来时无踪迹。其实它真的不是现代舞，它用的是现代舞的意识方式。用 urban 的动作和 breaking 的动作进行了编排，然后概念是现代舞的概念，但它的舞蹈内容全部都是街舞。我觉得我还是挺开心的，就是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跟世界级的 b-boy、old school 界的世界级的 breaking 对来一起合作一个作品，我觉得是我的荣幸，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他。我昨天还发了个博，就是说。他排练时候的那个，他问我说，我要需要注意些什么，然后他就用笔记下来。Yeah, yeah, just shoulder, and we need to practice every single skill, I guess, and we think about our floo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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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就是突然像小学生一样，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舞者这件事情就是在相互的无形的做榜样，嗯，和而且越跳越单纯，就不会想那么复杂，不会想我这块我要怎么站 C 位，这块我要怎么让观众看到我，而他就是在想我要怎么才能配合你跳好。其实他比我辛苦，相当于是有一个技巧，他是说我需要去看到，就我跳不出来，但是我需要看到我才能好编排。我说二哥你做个这个技巧，哒哒哒做个这个。我说跟这个流动不太合适，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技巧，哒哒哒又做一遍，就相当于他是执行的，我是来策划的，有点那种感觉。对，所以他比我辛苦的多。就是你们参加这个节目，你们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个？我最喜欢的应该可能还是那个，这个何须问嘛，因为主要没跟 B-boy 这样跳过，我是真的没跟 B-boy 这样跳过，因为我可能跟其他就是我们同类型的二位舞者这样跳过类似风格的，但是跟个纯 B-boy 这样跳，而且 B-boy 又完成了这么好的情况下，就很少。
我最喜欢梦境，我觉得就是是我完成了我就是对于我来说给我的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就风格的一个作品。嗯，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比较偏喜欢梦夜那个吧，不一样的挑战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跳舞都是面瘫型的那种，就是顶多就是微笑一下那种耍帅的跳，就第一次是那种释放，对对，就是我从来不会跳这种偏暗黑的那种状态那种感觉的。然后但是他们说你那个造型特别可爱，真的很可爱，对我一点都不恐怖感觉，而且我们那个照片真的超级可爱，感觉萌萌哒，感觉像精灵那种感觉，就特别小精灵，特别可爱。对，然后而且还有这个对比图超级炸，那个马姐的。Groot, I'm Groot。对。哎，那个妆你们是眼睛也要？对，哇，那个真的，他们戴了这么大的美瞳，美瞳，就整个眼球，他是没有眼白的，没有眼白，就是你看到眼白。我看他们戴我都疼，我去。翻眼线就是这样子就扣上去了，他是要先这样搓起来，然后塞上面，塞完上面，这是眼珠，这是眼珠，他是要这样子铺平的。啊，我觉得他才厉害，他是这个。他因为他是近视，戴了两副，所以他戴了两副，一副自己的隐形眼镜有度数的，一副那个。最后拉的那一下是怎么用力的那个？是十一，就是首先十一哥要给我一个力，就是他因为我其实是坐着的嘛，完了之后他先要给我一个脚，他给了我一个力之后，我的这个手好发力，啪一起我们进去。对，如果拽不一下子拽不进去，效果会差很多。会，因为他那个女的声音是这样的，她是这样叫了一声，她不是啊，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符合那啊那一下，所以我必须得是啊一下进去，要快才好看一些。对，是的。当时我们就害怕，因为我光腿嘛，就那个地板会有就是皮肤跟那个会有摩擦力，我穿了一条就肉色的丝袜，这样的话就可能更滑一点，更好扯一点，对。但是当时其实穿袜子跳真的是很滑的那个地，然后那个副歌部分，就是我们跳这块的副歌部分，就是很魔性啊，因为这个歌，因为这个旋律特别像，来一二三走，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特别。蒙古舞的感觉，对，但是我们上台还是很专业的，我们是个 professional dancer。你哪里来的？我从韩庚队拿的咖啡。谢谢。你嘴巴上都是咖啡。Thank you。哎，咖啡从哪里拿的？韩庚队那里拿的。我尝一口。咖啡好喝吗？